值得。老师，我接一个问题来请教哈。在进行老师有指导指导哈，这个教育的这个经验哈，在这个时阵哈，爱做到这个环环相扣，一线串行哈。这部分吼，咧做的时阵吼，那应该一直拢袂圆满吼，唔知要哪来做吼，来搁请教老师一下。这爱先知影吼，咧环环相扣，爱先知影这个，开合上是一体，唔是两个。这啊无，这环环相扣就是甲这个念珠的同款，这拢爱一线串行。但这有条线，串成，啊，这是一的，这一这后这当然爱变成一款了哩，变成一体就对啦，对，安尼开合就是一体，对，就比如开合，啊，这样爱就爱有形成一体，开到合乎，伊如果有开，爱就爱那个开有较稳来就变。变好啊！啊好的是哪？啊无够，爱就会就搁开啊！啊开搁再好无稳，开啊稳，爱就搁好。啊你拢有咧连贯，啊环环相扣，有连条诶。唔是啊，唔是接，突然接，啊接了不，迄落啊你拢分开，唔是开啊好，啊你啊开好拢个连条啊。念做好，变成一体啊！哎，我乱想个，改个，对啊，你搞掉诶！搞掉诶，你就着是。老师，这个开又开吼，这个又开这个部分是指这个五开这项，还是砍来这项？哦，这个开吼，要下面是呐，就爱开有稳吼，啊稳的是呐，伊就爱就会啊就会合。哦，开啦，稳啊，就会稳，会合，啊合咯，合落去就拢连落去啊。牛开即合，迄咪会合啊。啊，看来即工咪合啊，啊就是讲，看来即工啊就牛开即合啊，啊就合落去，啊就到我即个看来即工。所以即个要开就是指顶正交拢有落着啦，连落去的啦。哦，拢安尼是着对。是老师，你讲开碗，迄个碗的意思是啥物？碗就是讲开碗，开有够，开有够，安尼我有够安尼。哦，即有只开也好，有只开也好，都是哦，哎呦，有碗。碗。安尼无碗。哦。啊，开有碗啊，伊就。等于迄个又开就是碗嘛。没有碗。又开啊。哎，没有碗的。迄个唔是讲另外一个开，迄个连骨甲连落去。甲连落，骨较开个着对啦。较开个，安尼开有弯个。哦。啊，即个合又合个部分，是讲又合，是指即个九十之星，还是砍，还是建即开？九十之星。九十之星。因为吼，伊只看来即工个是呐，牛盖即号看来即工一个项目啊。啊，无啊，加底咯，加做，比如做脚、做重啊、做膝，啊，要做提升身，迄就是讲合又合，对吧？迄就是讲有挂下半咧，安尼就够。然后你再会建立开，安尼合啊又合，啊你左重左膝啊，右重右苗，就变。看来这工就变高下咯，哎高下哦，啊你就爱提醒神，啊提醒神伊就够好，伊个好又好，看来这工就好嘛，跟古街这后面看来这工就好啊，啊什么我提醒神就是够好，哎够好就是讲够啊提醒神，啊这只在下面，下面叫有调息。叫有教育就对啦，叫用团，啊用团伊就是，个人就开啊，建立啊，啊就有物件入来啊，
啊，你爱去开啊，我得建立去开。嗯。哦，啊，就是你着就是这先做够，啊，伊着啊，伊着建立去开，啊，伊着啊，伊着有吃有喝，你爱。啊，你爱我，啊，你着开啊。嗯，所以讲这个提精神，这个九十七星的部分做了也是有着实了对啦吼，有落实吼，啊你主人就建立一开了对，唔免挑工做了对啦，甲美女来主人就建立一开啊，啊就甲迄个右开要共啊吼，你右开你也是搁右开，你也是收敛入骨，啊你就砍来去啦，就改工。哦，所以伊这拢是连落去了对啦，你甲迄招的美女来就是变后一招去啊对。是等于甲带动起来对啦，哦，是哇，这微微感觉哦，这老师，这个环环相扣的，环环相扣啦吼，讲安尼讲安尼接掉的吼，甲美女来啊，着接后一招啊，着对啦，直直接落去的啦，伊毋是安尼的着对啦，毋是安尼开开的啦，接掉的着对啦，哦，是安尼，感恩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，再讲老师安尼。一路咧甲咱指导吼，啊，就是为迄十六字真言，哦，啊，即摆着搁进阶，或着变四字断阶复阳安尼吼，诶，啊，即摆来着变开合，哦，两字，诶，啊，即摆着要加强即个开合，爱互伊一体，吼，如繁如端，拄只老师有特别吼，搁用即个念珠咧甲阮解说安尼。可是，就是这个九十七星一关吼，大部分拢做袂着实啦。啊，这唔知要安怎样。那就是请老师，无了解哦。迄个九十七星哦，迄个提升神哦，迄唔是开，迄是合嘛。你来无了解者，这了就是开啊。啊，我如合如合如啊，就是开啊。不是，这河，这河又河，唔是河开，安尼，这唔这唔是开，这是古的河，啊河啊有够，啊这开开才自然开，诶这，因为吼，你下尾要挂叫要开，啊河啊就要开，这河啊就成提升成，啊就想要开啊，这就这河在开啊，还是误会。哎，这提精神咯，虎，啊这啊这提精神就是嘛是虎啦，啊就有虎又虎，还有，啊呀再开，是，你无合过再合无，啊你袂开，是，所以开又开，这个又开就是个开又弯了对啦，等于就是咱进前陈老师讲这是衔接招式啊，你个又开落去就变合啊嘛。啊，赶快努力！迄个右合，你搁话右合落去对无？哎，你着主人变开啊！哦，所以这着是等于讲是衔接招式着对啦。是，安尼着是迄个安尼高调的迄个所在着对啦。哦。点，迄个点着是。先，安尼制作，即要达到即个积极生命，积极生态哦，即人知影哦，啊，伊就会达到积极生命。啊，生命重要紧。所以吼，爱有迄个心呐，咧主宰。啊，你若知影了吼，啊，你就是你就迄个心就是会知影当智慧啊，啊，就做会晓主宰啊。啊，你若唔知影哦，哦，了这，哎，好了这开安尼，啊，这个这主宰唔着去啊。是。拜托老师，这个关心，迄个真意，要安怎样啊主宰？请老师。要主宰就是爱先了解迄个。诶，知影这开是安怎开，啊对会开，啊对会合，啊知影，啊拢了解啊，无则，哦，安尼要合要开，都爱困，哦，啊你无则还要个周围，哦我困落去还要解，啊即嘛啊即嘛要提精神，啊就是要，啊就是要合啊，哦啊就是啊唔是咧开哦。啊，提升神的是，哎，你的下午，哦，啊，你的这个盘哦，哎，米下午，哎，骨头是要开哦，你若知影了，啊，你就哎，智慧，你主宰就对啊，啊，主宰就无袂唔对啊，啊，袂唔对，
就完全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神的所在啊。是是是。搁有点请教老师吼、哦，老师曾经一直咧强调讲，即、這个单脚的是吼、哦、合的时阵，爱单脚爱虚实分清，啊爱达到100%呢。啊，这个是伫啥物时阵？伫啥物时阵都已经虚实分清？是咧牛开结合的时，还是看来结共的时？这个叫这个看来结共，就是讲咱啥物时阵虚实分清？牛开结合，气有共落来，啊共落来就啊就看来结共的，就要共落来，共的这个肚卡或者只卡。这个时候都爱利息来分清，不是安尼，安尼，你若用腰转的好，这边还佫那个要两分，或者两个才佫八，才七，才三，安尼用五千，啊，都要100%，啊，就是你一个五开折后的时候入来，哎，入来了，你入来更。甲腰间啊，腰间内容，你爱分就休息啦，爱分落去，或者做下，啊就是，爱整理，爱这个安尼，爱整理，难用安尼，唔安尼腰转嘞，一般拢会腰转，安尼哦，会休息咯，分袂清啦。爱两腿相随了，对吧？啊，两腿相随，安尼才清。是是是。老师，即卖老师在讲是虚实分清的时，就是咧牛开结合的时，就已经虚实爱分清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过来就是看来结共，是看来结共，虚实分清。牛开结合，牛开结合，啊，就变咧看来结共啊，迄个就爱分清啊。哦，我搁定讲吼，都是这个牛开结合甲看来结共，迄个时阵就已经。其实分清了对吧？哦，你着开又开，啊，即马五开结合，迄个时阵就开始在相随啊。开始相随。五开结合就开始相随，啊，看来这感多100%。100%。是毋是这个情形？等于也是到100%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就是提精神的时阵啊。啊，就要提精神。哎。就是一直甲即、這个吼，哎、欸，一直甲即个坎来即讲吼，所有的意念嘛吼，拢走在脚底。这段时间就是虚实分清的时间嘛。啊，到100%的时候，我要提精神啊，是不是安尼吼？是是是。啊，接落去就散完，赶紧我倒转来去接迄个建立即个。哎呀，提精神，爱做咧，爱做咧文化，做咧文化，因为提精神就是哦。伊即摆下咧，提精神吼，迄就是要起要降落啦，要温那个温就是降落，啊化，还着化掉啊，啊化掉伊就，这面本来无化掉，哎，新的旧的化掉，啊新的就来啊。做化。真感恩老师安尼几十年来吼，一直安尼伫咧甲阮指导即个。即、这个像，尤其是今仔日讲爱开合一体，哦，啊，即个就属于阴阳啊啦吼，即个文化。会记得以前老师嘛捌提起啊，讲张三丰祖师爷，哦，有讲即、这个，讲，伊衫若破，就爱用布来补，哦，啊，树啊若衰，用土来推。哎，用土来培，啊人若顺，将好补，
阴阳左外机，真正足感恩老师。哎，阴阳的左外机，造化，这就是阴阳。开学就是阴阳嘛，是。哎，就是哦，提升神，这就是好啊。嗯，阿门化呀，阿化，阿就是要靠这个阴阳降化。所以这个太极图，人家在讲是上好的这个养生之道啊，吼。谢谢。刚文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来敬老师，哇，受益良多啊，哇，都美感啊，多倍。